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，真假实验报告。本轮五组家庭将通过两条线索来破解实验报告的真假，从而检验各组家庭对日常育儿观点真实性的辨别能力。答对题的家庭将会加3分，反之扣3分。究竟谁会成为本场最优家庭呢？ 大家知道，我们班呢一直有一个很神秘的存在，叫做课外实践组。他们每期节目会给我们发来很多报告，寄到这个邮箱里面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报告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来自课外实践组。 我们发现螃蟹和柿子一起吃就会过敏，大家觉得这个报告是真还是假？思考完后给出你的选择。我听你的吧，选真吧。假肯定是假，不光会过敏还会中毒吧。螃蟹和柿子一起吃就会过敏，大家觉得这个报告是真？ 还是假？思考完后给出你的选择。我听你的吧，选真吧。假肯定是假，不光会过敏还会中毒吧？天华，会中毒吧？来，先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假的，假，放下。真假。等等，我选择真假。我们来看有三组同学选择的是假的，说说你的理由。 我们把题干再研究一下，有经验了啊！上一期我们就输在题干上，咱们的题干是什么呢？是能够促进心脏的发育，对我们忽略了发育两个字，所以这个题是假的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我们把题干再研究一下，我们发现。这没问题啊，太紧张了，没问题啊。一起吃，哎，会过敏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题干没什么问题啊。对啊，你们认为是假的理由，会中毒倒是真的。对，我也觉得会中毒倒是真的，过敏真不一定。所以它如果是会中毒的话，就不会过敏吧？应该。 螃蟹和柿子里面有什么成分遇到了以后会固化还是怎么样？就反正会胃不舒服。但是跟过敏好像离得有点远吧。我觉得呢，不应该叫过敏，它顶多呢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蟹和柿子都是属于性寒的，所以两个食品在一起呢，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就是不良的元素，那么积累在肠胃当中，所以会有一些反应。是柿子当中它有一种成分遇到那个螃蟹中的蛋白质，在胃里面就很难消化，容易产生一种硬物。所以说它是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应该是不会过敏。但是我觉得中毒呢也不至于，这个东西可能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的。好的，选真的给出理由。 就是螃蟹这个食物，它跟好多食物都不能搁在一起吃。比如说螃蟹跟菠萝不能搁在一起吃，那样会导致腹泻。螃蟹和柿子一起吃，我认为身体也是会有一种不良反应。我认为这种不良反应就是它过敏的表现。我同意他们的看法，过敏反应不只表现在皮肤上，肠胃的腹泻呀、呕吐啊，或者别的反应，它都是过敏的一种症状。食物中毒。 会引起人死亡、休克、过敏，同样可以引起这些反应。所以我认为这是真的。好嘞，当然我们现在只是第一轮大家自己的一个判断，我们接下来会给出线索，辅助你们做出最终的选择。那今天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。 这一轮操作呢，我们邀请到的是5位宝妈哈。我们看到呢，在桌上有鸡蛋，里面的蛋清已经在各位的烧杯里面了。蛋清就代表了螃蟹，对吧？对，这一杯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柿子里面提取的一种叫做鞣酸的东西。鞣酸。对，一边呢代表的是蛋白质，另外一边代表的是柿子。所以当两样物质融合在一起以后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？ 变化和反应呢？有请各位宝妈进行操作。用试管呢，先到我们大烧杯里面提取一些鞣酸，滴到我们含有蛋清的小烧杯里，然后进行搅拌。啊，
这个有点像鼻涕，它里面又粘稠的，有点像那种呕吐出来的。哎哎哎，换一个形容词。像不像做鸡蛋汤的时候，水沸了之后把鸡蛋打里头，起了很多絮，越搅拌絮状物越多，对，而且还越来越粘稠。嗯，这个实验呢已经做完了，而且韦宝妈也是看在眼里。接下来请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，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柿子里头含的最多的或者是含的比较多的一种物质就是鞣酸，刚才我们做实验的这个东西。那么螃蟹呢也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，就是如同这个蛋清一样，所以它们之间呢发生了反应，形成了这种蛋白质变性了一样的固体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的信息就给到这里就没了。接下来做出你们自己的判断了。